范冰冰最大靠山曝光，当主李晨面牵手范冰冰，李晨却不敢出声。范冰冰最大靠山曝光，当主李晨面牵手范冰冰，李晨却不敢出声。从丫鬟金锁到世界巨星，从跑龙套到比年登上中国福布斯明星榜，范冰冰靠本身的劲力在娱乐圈打出了一片陆河，她的姓名经常呈现在娱乐版、时髦版、财经版的头条。我不嫁豪门，我就是豪门，简直就成了传奇般的人物。范冰冰可以爆红，让人想问范冰冰能红是由于什么？可贵就是由于倾城的容貌。其实范冰冰能取得这样的成果，除了本身的不懈尽力之外，还需要有身后贵人的相助。有许多网友问范冰冰后追打不仅是谁，若要细数范冰冰的靠山，还真有许多人。众所周知，范冰冰和成龙大哥的联系非常好。成龙大哥还有一私把冰冰介绍给自己的儿子，让冰冰当自己的媳妇。在《绝地流亡》还让冰冰出演女主，过后成赞冰冰敢奋斗能吃苦。而网传范冰冰的前爹是洪金宝，在影视界可谓是呼风唤雨等级的人物，在他的协助下，范冰冰的工作可谓是顺风顺水。但是在冰冰背后很多支持者中，最核心的人物就是穆晓光，范冰冰的经纪人。别小看这个经纪人，实在来历一点都不简略，台湾集团老板，通吃黑白两道，和向华强是一个等级的。有这个牛掰的人撑住，冰冰想不红也难。都知道穆晓光和范冰冰的联系不一般，身价过亿却甘愿为范冰冰保驾护航这么多年，莫非两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范冰冰和穆晓光一向含糊不清，绯闻不断，范冰冰也亲口说过穆晓光是暴富的男友对象。只需有范冰冰呈现的场合，必定有穆晓光。他一向在范冰冰左右，他们密切程度比一般经纪人还要好，有他们呈现必有他们手牵手的画面，他们亲亲窝窝都辣眼睛，难怪外界人的人一向怀疑他们的联系。不过现在独身已久的范冰冰也找到了真爱李晨，而且李晨在范冰冰36岁的生日上公开求婚，而且成功，也是很戳动人心的事，估计粉丝们要大哭，总算在一起了。范冰冰最大靠山曝光，当主李晨面牵手范冰冰，李晨却不敢出声。从丫鬟金锁到世界巨星，从跑龙套到比年登上中国福布斯明星榜，范冰冰靠本身的劲力在娱乐圈打出了一片陆河，她的姓名经常呈现在娱乐版、时髦版、财经版的头条。我不嫁豪门，我就是豪门，简直就成了传奇般的人物。范冰冰可以爆红，
让人想问范冰冰能红是由于什么？柯贵就是由于倾城的容貌。其实范冰冰能取得这样的成果，除了本身的不懈尽力之外，还需要有身后贵人的相助。有许多网友问范冰冰后背大不仅是谁，若要细数范冰冰的靠山，还真有许多人。众所周知，范冰冰和成龙大哥的联系非常好。成龙大哥还有意思把冰冰介绍给自己的儿子，让冰冰当自己的媳妇。在《绝地流亡》还让冰冰出演女主，过后成赞冰冰敢奋斗，能吃苦。而网传范冰冰的前爹是洪金宝，在影视界可谓是呼风唤雨等级的人物，在他的协助下，范冰冰的工作可谓是顺风顺水。但是在冰冰背后很多支持者中，最核心的人物就是穆晓光，范冰冰的经纪人。别小看这个经纪人，实在来历一点都不简略，台湾集团老板，通吃黑白两道，和向华强是一个等级的。有这个牛掰的人撑住，冰冰想不红也难。都知道穆晓光和范冰冰的联系不一般，身价过亿却甘愿为范冰冰保驾护航这么多年，莫非两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？范冰冰和穆晓光一向含糊不清，绯闻不断，范冰冰也亲口说过穆晓光是报复的男友对象。只需有范冰冰呈现的场合，必定有穆晓光。他一向在范冰冰左右，他们密切程度比一般经纪人还要好，有他们呈现必有他们手牵手的画面，他们亲亲窝窝都辣眼睛，难怪外界人的人一向怀疑他们的联系。不过现在独身已久的范冰冰也找到了真爱李晨，而且李晨在范冰冰36岁的生日上公开求婚，而且成功，也是很戳动人心的事，估计粉丝们要大哭，总算在一起了。